昨天还远。好，我们这远，所以我们要记得。好，我们要明天八点不要迟到，我们六点半就要起床，因为那吃饭可能比较多，多人你可能要排队，所以我怕你们来不及，所以六点半这样，六点半就可以吃了。我们八点出发，找个五分十分这样下来，不要说因为，电梯太塞车，一定塞的，不会不塞的，哦，他塞是正常，不塞才奇怪。早上人家出啊，对吧？除非他是个人多，个人多就比较晚，个人他就自助的嘛，他就不要那么有可能，哦，啊，记得哦，我们一楼，啊，可是我们吃饭在地下一楼，可是你电梯有到地下，你不要去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你到一楼，你就要出来，对面有一个楼梯走下去，明天早上那去。它，啊，所有里面都是有机的，它牛奶最好喝，它的水很好，它的菜都是有机的，没有农药的。哦，但是有名的标明的 EM 就是，它是这里最有名的琉球大学的教授所研究出来的 EM， 啊，它吃的很贵，我家小孩子都很喜欢去，我老公都很喜欢去，那吃的很贵，都是有机，这沙拉你给他切可以吃，还有它牛奶很浓稠，啊，它牛肉乳很好，都有啊，你得，啊，该吃到的纳豆要吃。那都可以软化血管，预防癌症，预防中风，哦，什么人都软化血管。啊，它那个有钙质，因为那个植物性钙质比较会流失，哦，所以你吃那个纳豆很好，哦，你明天早上有就吃，啊，有看到鲑鱼就吃鲑鱼，那对脑比较好 ，DHA， 特别敏感别记得，东西忘记啊，哦。所以明天那个人有时候很多，所以我爸的太多，所以我想说我们六点半就叫起来，六点半就可以去吃，然后你要拿券。餐券早食就是早餐券，会分给你的啊，哦，啊，你记得去吃啊，哦，啊，就不要忘记，哎，那个时候会塞车的。